一大片淡紫色的鼠尾草迎风摇曳，成串的紫花让整个花田热闹非凡。视线再略略地往后来挪一下，金黄色的向日葵呢，正充满朝气地迎向阳光。想要亲眼看到闻名遐迩的新社花海吗？那就要来到二苗圃走一趟。其实二苗圃是作为种苗改良繁殖场所用的，但是因为栽种的范围很广，花卉种植密度高，而且种类很多样，再加上经过悉心照料之后，每到花季就会形成一大片色彩缤纷的美丽花海。所以每每来到花季假日的时候，通往新社花海的路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呢。